小雨为小乐被抓包，下半身不寻常。抱起来了，快抱！哎，那大哥会帮我们快一点吗？好，先中间，中间。小乐少羽薇穿着情侣装出席电视剧《爱的3.14159杀青酒》，两人戏外感情好到传绯闻，记者也嗅出不寻常的味道。穿下半身怎么样？也一样啊，牛仔裤啊。哦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啊？故意挖点的。因为我本来是穿裙子来，太赶着出门，然后我没有穿安全裤，然后我就想来想去怎么办呢？是因为我很适合穿男生的裤子，我就想说不宜有他，我就直接问他叫他带。我后来想说，对，我也蛮瘦的，他应该是弄个腰带。结果我穿完，这根本就是我的裤子。他穿一个超帅。你要还他吗？我可能要拿干洗再还他吧。嗯，是原味道。可能带好吧。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个爆料啊？太强了。因为觉得你这个裤子就是很厉害，不可能，你都觉得是有爆料算出来的。我一下香也掉，香也掉了。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关。当记者的料，被称赞了，直接攻法，被称赞了，本来就是记者。